好 ，Thank you。好。好。我想问说，这次就是茶姐跟杨姐，就是演这部戏的心情怎么样？哦。就对戏啊。我是前辈，你先说。是这样子啦，因为呢，雅安姐在我的心目中呢，她是女神，也是我的皇上。哦、对，所以呢，这次跟她对戏呢，而且有较劲的感觉，让我有一点担心又害怕。对，因为你会怕吗？有一点点啊，但是在戏里面演的话，我是真的不屑了。对，因为我们是真的很好的闺蜜，然后到最后呢，就是又再见面，所以这个过程呢，现在目前还不能说。那跟雅兰姐呢，可以再一次的合作呢，我觉得非常的开心，请雅兰姐多多照顾。哎呦，怎么就讲的那么谦虚了，对不对？现在都会这样了，但戏里绝对不是这样子，放心好了。对，私底下我非常尊敬的。其实我跟彩华很久很久以前的交情呢，然后我每次只要演歌仔戏呢，他一定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，义无反顾的来，演出，然后呢，分文不取，所以非常非常的感动，应该是受我的感化嘛，哈，因为觉得，因为你为了这个歌仔戏要传承非常辛苦，又花了很多钱。对，所以私底下呢，互动都蛮好的。我们还有一个群组。对。那知道要跟彩华演这部戏的时候呢，其实蛮开心的，因为我们平常就很有默契。是。那默契都是他都一种尊重，因为他对任何人都很尊重，不只是对我，所以他在演艺圈里面算是年轻人的好榜样。然后呢，能够跟他合作，这一部戏，你从我们今天开镜典礼穿的衣服就知道了。啊，我们黑白分明，但是呢，在剧里面是是非不明。为了男人，对，为了男人有什么好吵的？哎，嘘，不能讲太多。你觉得像为了这种男人来吵，是对的吗？我不是你们吵架的对象，好不好？哎，对啊。那个雅兰姐，她我们也看不出来，她以前也不是长这样啊。经过岁月摧残，是不是？我以前长得跟新闻哥一样。对啊。哎，讲话我好像没什么嘴差哈。还好你不是说跟我们男主角长得很像？哎，这我生的，这个像我啊，绝对不是像你哈。你问年轻人吗？对，来，年轻人谁要来代表年轻人？来，小韩，小韩吗？小韩，小韩应该比较会讲话。好，来，好，来，通通拿过来，通通拿过来。气场哦，我觉得雅兰姐，好，雅兰姐气场太强了。对啊，男主角呢？对，我戏里面太贱了。其实他没有跟雅兰姐和彩华姐合作过，对不对？没有合作过。这次即将合作有怎样感觉？挺紧张的，因为对，因为我毕竟上一部戏都是跟学生们、跟小朋友在一起，对，然后来这边感觉是要来学习上一堂课的，所以我是抱着这样的心情来。因为我们真的很有亲和力，我相信。你不惹我们，我不会，我不敢啊，皇上。好痛啊！皇上，我不敢。没有开玩笑，不要踩到他的地雷就好了。我也是觉得是雅兰姐，对，因为其实彩华姐我们私下有见过面，打过招呼，但彩华姐本来就是一个她没有什么前辈的那种压迫感，她比较像跟一般朋友在聊天的感觉。但是雅兰姐就是哇，从不要说从小，就是从我出道的时候就知道雅兰姐，然后出道第二年，所以都会绝对尊敬这样。对，谢谢。对呀，太客气了。这关心叶，我调教得很好，而且长得好像你哦，然后小韩长得好像我。是我吗？没有。说这个女孩子长得像爸，男孩子还会长得像妈妈。哎呀，你卖骨的牙齿被恭维啊！哦，安尼哦。哎呀，班长恭维啦。哎呀，其实这几位，其实这几位都气场都很强啦。哦，我们这个戏哦，每个气场都强。然后呢，尤其是女孩子，你看长得多像我。不是长得像你，是我们的混合体。你再多说几句，等一下回家你就完蛋了，被换掉啊！不，换刘德华。我是剧内型的，有些不能剧透，但是大家可以看得出来。是这个彩华做我的老婆，我肯定是啊，有的看。对，有看头。有看头。对对。那陈恩跟晴晴呢？来，现在要跟来，第一次跟雅兰姐还有彩华。雅晴呢？对，也是第一次，所以其实。来，你看前面哦，看前面，
第一次跟雅兰姐还有彩华姐合作，其实蛮紧张的，就会觉得有一个不一样的挑战，而且还可以跟他们一起学习，我觉得很棒。其实刚听完，我都觉得，反正以后要对戏的时候，我就先跪下，先跪安，跪完了之后再来继续演戏。那现在还没演，都冒冷汗。对，冒冷汗了哦，不得了，已经汗滴成这样子了啦。Man Kingu，我们其实都是很好相处的，对，你放心。好好。对，但在戏里面就不一定会演。对，我就趁戏里面教训了。好好好，来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是。是对戏有没有哪一个部分觉得很受不了？戏里面受不了对方的地方了、啊哦，受不了对方。就或者是对戏的时候，会不会觉得说，哎、欸，就是好像对起来，就是跟对方真的很讨厌。应该是这个雅兰姐会觉得我很假，很做作，对不对？跟我真实人生不一样，所以呢，我要这次要挑战很假，然后要跟我一个比我更假的人演戏，假掰啦，对，就从头假到尾了。而且这是我也是第一次尝试这样的角色，跟我平常你们看到的彩华姐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呢，我自己其实还蛮紧张的，蛮有挑战性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对，加油。加油！你我流汗了，一定要播一下就对了，转移注意力就对了。我们这边一直在讲说，天哪、啊，对啊，不小心看到了，对啊。然后我们想问一下时事群，因为最近地震不断，家里的就是东西也就是掉了满地的。你厝较悬，我家还好，我厝较低。就不会，所以就不会有什么影响。但是看电视新闻觉得很可怕，对，就是觉得真的老天，希望老天保佑，然后大家平安。因为听说之后还会有一个更大的，对，然后大家做好防范措施。而且最近还可能会有很多的余震，所以大家都要注意安全，一定要平安。对。对。有刚好在定妆嘛，对，刚好在定妆，刚好在定妆，然后就摇的时候是蛮可怕的，因为我们在地下室，所以那个整个是地基在晃动，我也还好啦，就是说这次的伤亡还就是伤亡减到最轻了，希望就是接下来不要有这些事情，对，不要再有地震了，拜托老天爷保佑，对。我们台湾算是宝岛了，真的老天爷都有保佑，很多很多次台风都有闪过。是台风，你看，对，几个台风都往上走，而且把水带来。对，所以地震等于是提醒大家了，大家的那个防范那些灾难啊，防患于未然。所以劝大家做好事，说好话，看好戏，看家有喜事。哎呦，最好的选择，嘿，熊慧算是。谢谢。谢谢翠翠姐。好，前面他在我之下。两位姐姐当中临死角吧？啊，不是，对，我这里没有。好，一人一次，一人一次，一人一次。那我再说一次。好，一人一次。好，来。哎呦，只开四个，开四弯啊。
们先上你哦。谢谢。来，感谢。对，先请坐，请坐。对，好，彩华姐。来，秀文姐，小姐这边请。好，接下来是新文哥，好，红哥，看红哥。好，再来是小韩，小韩，向哥，看到这边，对，好，陈。红哥，请，谢谢。好，再来是我们的内宣，到前面，请。玉人，哎，玉人对吧？好，再来，我们的，好，再来一组，陈红红堂哥，国贤哥，来。国祥哥，来到我这边，好，这样子 OK。好，我们先视线先看中间，我们先进行拍照。这样，我们后排的，我们再过来一点点，好吗？好，谢谢。然后后排帮我靠近一点点哦。好，可以往前靠近前面的。对，我后排可以稍微往前请，靠近前面的。好，靠近前面一点点哦。好，好，视线先。好，看中间哦，来，来，好，二三，开张，二三，对对，然后放低，放低一点没关系，对，好，加油，好，来，我们拿下放动作可以大一点喽，后面动作大一点喽，各位帅哥美女，来那个加油棒不要遮住脸哦，对对对，加油棒不要遮住脸，我们就不要遮住脸，好，来，看前面哦，看前面，加油。来，二三，好，来，再向左边一点点，来，再来左边，好，视线向我中间哦，中间，开心一点哦，来，二三。好，那我们拿着加油棒，一起一二三，加油喜事，开进大吉，好不好？好嘞，一二三，加油喜事，开进大吉。帮我收掉一个好不好？帮我收掉一个，我先。好，好，来后面的往前靠一点点，好。好，来，视线中间喽。好，二三，来一张，来。来一张。好，来，二三。来，来。来。真的不行吗？哦，安妮刚不行。金粉。哇，雅兰姐跟彩华姐真的，一到场就开始斗嘴了，现在已经就是如沐浴中。好，视线这边，这边。也是不演。啊，貌合神离。我们是貌绝对不合。绝对不合。我们是各怀鬼胎。哦，这有看头，有看头。两家人各自精彩。好，我们再补一下来。我们看右手边这位。琴瑟和。好，来，我们一起视线看右手边。来，来，来哦。好。看个几张。OK。好，那工作。OK 吗？好，那工作人员，这就是结婚的时候，结婚完全不像爸爸。先拍照，来，来，好，那我们先看中间哦。来，二，三，开心一点。喜事来，就现在闺蜜回来了。
来你还是一堆了呗。请问红球为什么要请我？刚请我啊！我故意把他重点遮住，快快快！原来是这个重点，原来是这样。遮住，他撞我的奶。那要不要点一杯撞奶？来，左边这边。来。这样我们再靠近一点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好。靠近一点。好了，这边吗？ OK 吗？来这边喽！我是被甲砍哦，我是甲伊搏斗的。哦，这没够出来。哎，哥哥，你把它装严重。哎，跟这两段在比拼呢，两段在比拼。来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开心的。开心。来，好。你要补吗？更艺术。有哪边要再补吗？没有。好，那我们先进行电子媒体联访。